下列有关能量转换的叙述哪些正确？ A 选项，光合作用是光能变成热能。我们来看一下，光合作用为植物叶绿素利用二氧化碳及水经由照光之后吸收光的能量，将二氧化碳跟水转化为葡萄糖等化学能储存，所以 A 选项不对，正确的话是光能转化为化学能才对。 B 选项，照相底片感光是光能变成化学能，这是正确的。 C 选项，水力发电热能变动能变电能，这是不对的。我们知道水力发电是水力从高处向低处流动，未能转化为动能，这动能推动发电机来产生电能，因此正确为利用水的未能转化为动能，再动能转化为电能才对。第一选项，汽油燃烧使汽车行驶是化学能变力学，这是正确的。一选项，干电池照明化学能变成电能再变光能，干电池里面是有一些化学物质，是化学利用氧化还原反应产生电能，电再让灯泡产生光能，所以一选项是正确的，答案为 B、C、D、E 三个选项。